我知道那个地方有东西，要倒立了，但我都没瞅着有刺儿。哎呀呀！先攒怒。不灭剑姬儿，抽一下。哟，没 A 到。闪得好快啊！先回家。来一个皮孩，再来一个小布甲。等个小样。他已经没有闪现了，但他闪的真的好快，我的 W 能晕 1.5 秒啊，我闪现 W 平 A 接 Q 都没 A 都没接出来，我就一个平 A Q 都没 Q 出来，他就跑了。他应该是带的印性吧，我看看啊，他多少攻速，他 0.79， 我估计他应该是带的印性。剑姬的英雄一般上限都是 0.8，等级高一点能到 1.0， 都不用出攻速装备。先把弱点卡一手。一抽一上来。A 抽。信哥这野区人可挺多呀，没办法，那劫先去的，咱也没招。先把弱点刷一下，兜一下，平 A， 平 A。W A 往后拉 A E A E A Q， 这玩意儿打弱点伤害真高。算了，回家了，这怎么办啊？我先晕这劫吧，耗个点盐给他，看赵信能不能把他杀了。还行，我没升，你知道吧？我差一点升，就差一个兵，不升。这是你们逼我的，我本不想这个样子啊，我本不想这个样子，是你这个劫非得要赶坑我。下波再来啊，欢迎再次光临。
回家了，回家我空线儿。 没大的姐杀小驴人，谁到了？菜呗。 什么玩意儿？能血这么多？红路 Q， 吓得你针眼都爆出来了。 打完一波，我们没掉血，他半管没了。一过来 ，A，W 呀！啊？为啥呀？我靠，这波没给晕着。 R W A E Q A E， 哎呦我的妈呀！干啥呀？左死是不是？小胖子，左是不是小胖子？哎，骗他个大招，屈服了。 溜了，回家了。我看谁敢往我上路来？我又死你！先来个铁刺鞭，取关了，真恶心！哪儿恶心？你说哪儿恶心？ 长得恶心，人身攻击是吧？你妈没教过你怎么说话啊？会说人话吗？这是要杀我呀！我这一看。 Q 一下，这干嘛呀？ 我怎么感觉他俩还得上来呢？没事，我有大。三、二、一，直接点烟。来，给我杀他！晕住。 A 红路 Q，A 意思，你如果不会说话，你爸爸来教你说话，行不行？孩子，别以后出去丢人现眼。人身攻击还跟我在这儿呢，收一下，我一上来回血，那也不掉血呀。
你这个 W 空的也太那啥了，兄弟。哇，是什么东西啊？谁的毛？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辅助来了，可以。我们正好钱够了啊！看能不能再推他一波。啊？啊，我知道。这鳄鱼这英雄也不掉血的呀，上来回家，我们已经有点无敌了。A 接 Q， 我希望你打我可以掉点血，啊，小伙子，晕住 E A 红路 Q， 打人不掉血，你使劲儿啊！俺是 double， 没事，对面除了这小胖子，都是 A D 伤害。小胖子，小胖子应该有蓝，不过算了吧。回趟家，我已经3000多块钱了，1700加1500，正好。哎，正好，咱们再出个大反甲。抢你一个小鸡行不行？给个红，我无敌了，兄弟。跟赵信把这个峡谷先锋给他打了。我自己打也行，就是打的稍微有点慢，而且怕人给抢了。打完以后，我们直接在上路一直带啊！这小驴人到底是怎么死的？这小驴人。赵信手中，我们去带上。劫没用，现在他劫，现在他劫10个人头，在我面前他就只是一个0个人头的人，没有一点点用，因为我们太幼了。小戴是不？小戴。直接上高地，这是一个拆塔游戏，不是一个杀人游戏，杀吧。
上高地。来 O O O， 我希望你们俩能使点劲儿。嗯，我希望你们俩能使点劲儿。为什么不使劲儿？为什么不使劲儿？我闪现走位，红怒扣，晕住，咳血战斧 A， 一一过来 ，A 接扣接平 A， 再使一个，给我 A 一下回血凯旋走位。红怒回血，再走位，走位，一走，拿下，快跑啊！劫来了，不行了，不行，我的人头不能让劫拿着。回家，我们出死亡之舞。因为我们这咳血战斧血越少，攻击力越高，给我们征服者回特别多的血。没关系，我要上高地了。谢谢侧耳倾听的飞机。这边有莫干辣吗？这边不能推了，这边再推人有点多，等队友吧，等队友打团。看看这劫要上哪去呀？不着急啊，在这影着这个地方等他。一上来 W 活血战斧 AQ 再 E 鲨鱼可以 AQ 一过来 W 度390，小兵出来321双翼，哎呀我靠，他的这个技能好的真快。没事，我们家队友好像打赢了。这和血战斧接扣，这小绿人死的也太快了吧，他怎么死的？发生什么事了兄弟？哎呀给我瞎当了，我操，1000块钱还得出个蟹手啊，这得来个蟹手。等人，别打，给你杀了左边，我告诉你啊，一套你就死。你看见那小驴人没？他就是你的下场。哎呀我，能打，这波能打，来打。我到了啊，能打。先杀 AD。先杀 ADC。
那杰回家了，跑什么玩意儿呢？活血战斧，抽 A 红路晕，臭弟弟一个，打人都不掉血，用力。晕啊！为什么？为什么剑尖晕不住啊？是印性太高了吗？你印性再高，你也不应该就是没用啊，应该也能晕个零点几秒吧？晕都没晕，脑袋顶上都没那眩晕的东西。我估计应该是印性高，我是 bug， 我这才两级 W 呢，我就一百级 W 呢，他也晕零点七五秒。你跟我打，嗯，我 Q 一下，双 E 直接开大。不用你烧，我小绿人马上过来找你。漂亮，小绿人。哼，小绿人，呀，小胖子。哎，好大了，莫干辣！我莫干辣给自己套盾，这个大可真牛批。一上来，嗯，和血战斧接收，扛塔来，先杀的 AD 七，晕。一抽 A E 和血战斧卸手触发，哎哎哎，你可扛不住啊！这给我扛，大龙可以要啊，大龙。可以要，大龙可以要，还好我们家这 ADC 这把还可以啊。剑尖是韧性高，弩弩也是韧性高。我明白了，我已经知道为啥剑尖能，就是直接。姐死呢？姐跑哪去了？姐。我上啊！兄弟，这可没大招啊！你怎么还往上跳啊？你真是勇猛无畏！哎呦我，那不行了。我们的 buff 全没了，出个黑切啊！我已经知道那个剑尖为什么就是能就是晕都没用了，我知道为什么了。第一，他有水银鞋；第二，他点的印星；第三，他点了防御天赋的那个30%血以下好像是死定了，他不用交加血。
30%血还是多少血以下，然后再给加印性那个东西，对，它三重印性，它是，所以我们就晕都没晕了，就0.1秒可能的晕，就是没看见。还有努努也是，努努也点了那个，他水银鞋加上印星，再加个印星，三重印星。你看这努努，看这努努呗，减速都就相当于没有，相当于没减。不用那啥，不用撤退，截这个英雄还是差点意思。截这英雄带不动队友，没啥用，稍微交几个技能就死了。他最多就能秀一秀，花里胡哨一会儿。这个队友他指定带不动，真能跑啊。哎，我应该套个点盐的哈，这不是我的问题。他咋那么烧呢？哎呦我太烧了。给我秀了，小伙子！别死光了呀！哎，别死光了呀！哎，别死光了啊！莫甘拉有没有钉？莫甘拉，你可以死，但是不能死光了啊 ！ADC 活了，跟我活了，晚上我们守一波。这好快哦，算了，推二塔，推完二塔我们打大龙。我这死了呀，推二塔吧。嗯，这怎么死的呀？就我这边我都没想越塔，你知道吗？这 ADC 上去越去了，你怎么整的？就回头怼他，反正也死了，拉倒吧。
死定了，算了吧。先来个黑切啊，这个皮海我们得给它换了，给它换成水银海，顺便来个钢铁合计。ADC 还可以，那 ADC 其实不应该越塔。我们好好的把二塔拆了，二塔拆完以后劫没活，劫没活我们直接打大龙，一波行云流水，多好！哎，非得说是哎越塔，越完塔以后龙没拿下来，杀那人没有用，你知道吧？杀人，杀人是最没用的，杀人是最二的。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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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找你来了，我跟你说。我先把他剑姬给他收了，把他剑姬。哎，别死了吧，晕住。能一波不？我看看啊，不行，打大龙去呢，打大龙，我们四个人打大龙，你们先去，我看能不能推个中。给他，那叫什么来着？你咋那么装呢，兄弟呀？啊，我发现你好像有点太装了，这有什么好装的呢？你是感觉自己行了，收两个人头？忘了俺们家 ADC 是怎么给你打爆的了，小伙子。这努努根本就晕不住，我一个晕只能晕0.3秒。想杀俺们家 ADC， 可血战斧。今天我必追你，小伙子。